现在我们开始做，帮那个江记者做所谓的细部的调整啊，就是用被动式的，就是用浴巾啊叠起来放在那个肩膀底下这样子来，好，接下来来。来，就躺下来。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你本来你左肩呢、有点像略略向后退了，我们用那个什么垫子，让它轻轻把它往上顶上来，就是像顶上来呢，它肩胛骨跟锁骨之间的相关位置就改变，就让你肩膀不会一直向后退，上沉一点。因为呢，那个臀部呢垫的目的是让你的骨盆呢有前翻转的，让它往下掉，顶一下，让它那个平衡会好一点。